远射，漂亮！江景琦，这是一次绝杀球。范少雷的速度冲起来，再来一个牛魔王，漂亮！本人的第二机会，再打出门球进了，中场小将撑住了比分。这一次，我带领着一群9岁的中国孩子，用24个小时的时间，飞行了10000公里，来到这座美丽的城市。我们为学习和交流而来，也为战斗和胜利而来。我希望中国足球能够从9岁开始争取胜利。我自己内心呢也做了一些评估，我认为呢，虽然说对手呢因为实力不明啊，如果说我们运气好，如果能够抽到一个相对弱一点的小组，那么我们力争小组出线，进入前四名，这是我出国之前吧，去德国之前的一个目标了。45分的，我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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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们下来说说那个队员的东西。因为当时呢，我们那个首发阵容的确定，只是根据前一天的这个三对三的那样的一个接近于游戏的比赛的成绩，也是为了鼓励孩子。另外一个呢，从我个人角度来讲呢，我也把这场热身赛呢就当作是一个摸牌。高比我还要高呢，守卫二变异了吧？这守卫二也太高了，被剪了就像守卫什么玩意儿，比我们高了。然后杀人双刃插进去，守卫就完了，比我高一头了。特别是那个守卫员，那十岁那个白衣服那俩太高了。守卫员，孩子呢，对于这个，比如说这德国孩子，心理上稍微有一点特别，因为德国世界杯啊什么。什么德甲、拜仁、多特蒙德，所以这些概念对于我们的这个九岁的孩子来讲，其实已经有一点认识了。所以德国足球的强大，在他们心目当中应该说呢是有印象。第一场比赛碰上德国的球队，我感觉孩子还是稍微有点没放开，尤其是在拼抢对抗。给压力的这个层面上，当然在比赛当中呢，因为连续的丢球，这一点呢实际上是超出了我的这个预期了。无论你是赛前多么不在乎，或者说你多么不重视，但是呢，这个比分确实是会给我一定的刺激。所以呢，在比赛结束的这个第一时刻，我的感觉呢，就是还是觉得有点凶险。这次德国，这什么问题？你就耳朵，就一不远的时候还能。啊，穿了守门员脏了，不是穿那个人啊，然后门将一摆呢是吧？哎，他要好快呀！等于说你一退吧，他拿出来球，人家想趟就趟。哎，朱宁，所以说我觉得朱宁，当然不行。朱宁，鞋垫刮到了，我是光着鞋带的，那你下次怎么办？把鞋带给那个再系一个。加油啊！人家后来那个小黑的话，现在你们，我问一下你们的感觉，是不是今天觉得体力差一点？是，是过了啊！不就是我当时在那坐着，体力后来就是来，体力不，然后边听边做，边听边做。对方在跟对方对抗的时候什么感觉？他们很硬，他们很硬，还好。他们什么又不会开大脚？有点吃亏了。他们的什么又不会开大脚？不是不会，他们就不想。老二的这个发现呢，其实我们在比赛当中也发现了。我当时也是想，我们不能够全线的退守，相反，我们应该充分的利用对方在后场可能过于繁琐，但是又不是很精细的这样的门将和后卫之间的配合，我们争取能够抢断成功。不要再自己过分的自信，不要放松心，不要这样子，不是放松心，不是放松心。他比这个差，
方式。是高位逼抢吗？还是说密集防守呢？密集防守。今天在高位逼抢，其实有一阶段做的还是不错的，所以呢，我们想这样，我们并不能完全的说放弃高位逼抢，对不对？我们也不能永远的都是高位逼抢，所以呢，我们会在比赛当中，会在某一个阶段，用高位逼抢争取打乱对方的节奏，但是总体来讲，怕我们要需要有更多的防守反击，所以我们跟对方的这个实力可能有差距，但不代表我们不能赢他，要坚定这个信心，好吗？好，这才是足球。